现孤独的人准备动身，于是就祷告着黄昏，直到夜里他转头听见悲伤的呜咽。一个善良的女子，长发垂肩，她已跟随黄昏来临，翠绿的衣裳在炉火中化为灰烬，升起火焰一直烧到黎明，一直到那女子推开门离去，她自言自语，在离这儿很远的地方有一片海滩，孤独的人他就在海上撑着船帆，如果你看到他回到海岸，就请你告诉他你的名字，我的名字，他已来临。哈哈哈哈，又找不到了。好棒，好棒。